大家好，我是七片关注书风趣先生林准强。你也过几日之前喊你当音票，你今日时节一讲身体唔舒爽，而主动了减轻认真讲，你今之后而开始做多更加减轻的措施。提出留到下来大家会所做唔得出门。第二，当然要记录体温了身体的状况，关注饮食准头而联络国家疾卫生局，做唔得参加一本线上课。第三，系讲下就65岁下加的长者，忙到60岁时候。慢性病患者，我赶紧转用健方，让社群健身便宜。你今朝是运动的带动风质的关系，准备提醒，不然系更加减脂的人，也系不下人都会下接到社手，避免用手洗面，冇做皮工劳作，做好粗嘅礼貌。更加减脂的直接出门，最过我们处罚日包饭，切对莫违法。